六一儿童节放一天假，走，跟我一起去玩吧。这是我们邯郸方特国色春秋主题的乐园，这让我想吟诗一首《采莲曲》，唐·王昌龄。荷叶罗裙一色彩，芙蓉向莲两边开。乱入池中看不见，闻歌始觉有人来。跟着陈瑜一起认识我们的家乡。邯郸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，是一座3000年来从未更名的城市，也被誉为我国的成语词典之都。大家有听说过邯郸学步吗？它的释义，邯郸战国时赵国的都城，有个燕国人学习邯郸人走路，比喻模仿别人不到家，反倒把自己原有的长处也丢掉了。乡村四月，宋·龚卷。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藏桑又插田。接下来我们要去游项目，走吧。有过山车吗？有，走。这个是我们那个套餐里面有这个，爆米花，无限续杯，还有这个可乐，挺好的。很好看，就是说实话，这儿票有点贵，成人280，儿童和亲子的话也是480。不过里面还挺大的。走吧，开心就好。好了。耶，好像我要甩一下一样。还可以，挺好玩的。我一会儿就快了。哎呀，我不敢，我想下怎么办？开始了，妞妞不能坐，我是不敢坐。看你妈妈和陈瑜尖叫吧！你说他在哪儿坐着呢？啊！哇，我没坐我都害怕。啊！看得到陈瑜吧？一个超级让我疯狂的照片。那我看着我就不敢坐，妞妞哭了。没事了。他太害怕了，咱做其他的行吗？一会儿咱俩做，不带他俩。什么是六一儿童节？我看是大人的六一。下来我都晕了。Hello。Hi。我刚才体验了两把过山车，真的超级刺激。还有很多项目我要去玩了。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！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